新冠肺炎疫情目前正在全球肆虐，在巴西，由于实施居家隔离措施，人们出不了门，一些民众自创了多种居家健身方法，用滑板车、游泳、双人深蹲等各种健身方法层出不穷。此外，巴西政府还推出了包括虚拟博物馆、在线课程等多个网络文化娱乐项目。